大家好，今天大叔这里捉鸡来了。上次不是过来吗？那个母鸡啊太少了，所以说选要选很久，就没有捉那次。这次他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母鸡啊弄出来了，说今天要正式的把我的鸡买回去，开始我的小小的创业。好像是大婶娘啊，大婶儿，哪去了？啊？我给他打电话，还在那儿回来给我做鸡子。喂。啊，在哪里，大婶儿？嗯，过来了。啊，过来的。哦，我在对面打牌。那我等你嘛，在屋里。好，马上回来。好的。在外面搞小娱乐。那丹凤娟那个的嘛，娱乐的嘛。啊，那我们开车远点，然后给我送过去。那我那儿夹个那个话筒，就是那儿说话也比较温柔。哦，全部坐在那边来了是吧？那是全部进步吧？嗯，全部进步。那个管子那么长哎？嗯。那是有好大一个鸡子？鸡子10斤多点。哇，这个嘛。啊，对了，总共长好大哟？那个6-7斤。6-7斤那个鸡子。那个时候是6斤多7斤长大的，长大。那你不是说原来不是说那个我弄回去它要瘦的嘛是吧？那你在外头跑，它肯定要瘦。那不是越养越亏啊？那个人家瘦好了，它要长噻。啊，等于说把瘦一下，它肯定它要长。等于说把你原来那些饲料那些乳掉完了，它要重新长那些乳。对的嘛。还有那种说法没？嗯。那点那个啥，给我那个做。总共搞100个先试下嘛。搞100个，我来找。找那个。做就是那个进步，搞几个鸡公还是？搞几个鸡公噻。嗯，所以他万一他二天孵蛋儿，我都那个啥，我用免单来买小鸡子噻。他有鸡公才可以孵蛋出来噻，没有鸡公哪孵得了蛋呢？
过了一天再补的嘛。辛苦点了，亲自帮我搞过来。得嘞，主要是落雨天嘛，天气的话高兴。嗯。天气头弄点儿，它要松些。哎。还没看太阳，可是很多植物都不一样。不一样，真的是。嗯。微信收款4200元。哎呀，刚好我那个购机子前点儿，我看我卡到还有好多钱嘛，还剩了，那儿看啊，剩了一，还剩了50块钱啊。你的钱，你的钱是啥的？你管两个用一用嘛。嘿，你是那个，希望你那儿顺利的，像天上落雨那个噻。走了，老板先走了。要得，要得，老板，要得，好的，辛苦老板。要得，慢走哈，老板。你让过来怎么着？过来怎么？让你喂么子鸡子哦，真的是你一喂鸡子的话，拽得不得了。你们走哈，我说散步啊，上到那边来的话，看一眼噻，都那我走在上头去啊，走在那子看下噻，看有钩子那些没得就行了，嗯，不要你去弄。慢走，大头儿，好。哎呀，我得找点水，跟他喂点水，那不喂水也不行，干死我了。这边放个盆，在里面喝水，暂时性的这两天。然后旁边有个洞，到时候给它它熟悉了之后就放到洞里面去喝水，他们自己。因为这两天要给它关起来，但是今天不能关，这个房子太小了，鸡太多了，太热了不行。他说那个大叔说太热了，鸡热太热了也会不好养的。所以我今天就这样敞着，但是又怕晚上下雨，淋了雨又不是很好养，就这个玩意儿。这个也是一门技术，真的是一门技术，不懂要学。管子小了怎么办呢？这管子小了我也是醉了。别叫啊，等会把野狗叫过来了，叫就叫，不能安静一点。野狗抖起来你们才晓得的，那儿有的你们哭叫。哎，好得很，不会掉。哎呀，鸡公莫叫莫叫。一个走起来了，你们莫哭，叫啊！这样子不太好。里面，它就这样子踩的话，它就不会把这个踩翻。现在就会开水了，它可以在里面喝水了，它围着这一圈喝噻。喝水了，然后呢就滴一滴，就是这样滴，它里面随时就保存它有水。这两天，然后的话，过两天把那个洞，把那个弄成胶子，它里面搞晃放那个，放那个水，然后那个水满了，那里面就可以长期在里面喝水了。来喝水了，滚滚滚滚滚滚滚！搞养殖真的很不容易。哎呀，刚刚眼睛一黑，头晕。